神仙驾鹤飞天，电视正经妙不可言，定要到崂山去学习。又看神仙传，看得枝头呆脑。求仙有绝稿，你是在做梦？总是看神仙传，真是鬼迷心窍了。想学功夫修炼仙术，先征服这条山路，我在三清观里录歌，旋律和韵脚坚固，看我点石成金，把黑的说成白，用身体穿过墙壁，想抓我的随便来，从嘴里吐出字句，流动着滑入你的耳朵，这感觉刺激，整个身体像被异形抚摸，找回你自己来，把最真实的声音捕捉，最猛的招式，新鲜的听觉冲击诱惑，我随手招来了月亮，当我奔跑里在晚上，长额头涂光了衣裳，当我把音乐歌播放，炫耀着新鲜招式，变出美食放在桌上，把酒言欢造字谜。着眼睛慢慢欣赏，跟着画继续。You wanna rap like me， 会说唱的神仙，把字句变精辟，教你穿墙壁，往心里看仔细，别动了邪念，看蒙管天中用心机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，要到崂山去学仙。要到崂山去学，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师傅，我想学点仙术再走。啊，那你想学什么呢？我想学穿墙术，妙不可言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要到崂。